土偶本来这一战的对手是崔京，然后韩国组合退赛了，就换成了这一对日本组合松居圭一郎、竹内义宪。第一局土偶21-18先下一城。第二局日本都杀疯了，我们只有防守啊，场面还是被动。好不容易14:14追平的比分，日本队又连下两分，最多分差到了3分，土偶总算18:18追平，并19:18反超日本队追平，各抢两分。图图往前拿到优势，前杀后封，20:19拿下赛点，日本队顽强追平，图欧再次拿到赛点，日本队连晚三个赛点，并23:22拿回主动权，图欧再拿到长点，25:23总算锁定胜局。惊心动魄的比赛啊，最后几分太艰难了，从防守转到进攻，总算等来了日本组合的失误。四个赛点拿下比赛的胜利，恭喜图欧，进一轮是一轮，希望世锦赛最后的种子位好好冲起来。现在看他们比赛全是担心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